进入六月份，炎炎夏日正式来临。正所谓枯藤老树昏鸦，空调 WiFi 西瓜。可如果恰逢外出或酷暑难耐怎么办？别急，王一博带你清凉一下，激情畅饮，感受不同口味带来的冰爽感觉，一起来揭秘椰博的美好时光吧。椰博带着美汁源 100% 橙汁出现了，自然酸甜刚刚好，美味少苦涩，清新自然的口感打破了酸甜的界限，诚意满满，只为讨你欢心。和家人的用餐时光，有美汁源支援，相聚围坐共进美食，一家人分享大瓶果汁，让每一餐多一点用心，多一点滋味。夏日炎炎昏昏欲睡，是什么让王一博时刻保持高能状态？工作和风景都带进上路，欢聚时刻，来罐魔爪能量加持，火力全开，稳坐轰趴 C 位，一起狂欢不要停。初夏邂逅，恰好心动，王一博的波波汽水铺正式营业，遇见生气波波，感受 2.5 倍的气泡与心跳，加在无糖也甜蜜的美好。这一秒心在波波跳，什么是年少的心动？是无糖也甜的味道，还是 2.5 倍的心跳？答案就藏在波波汽水铺里。白桃、西瓜、青梅，你喜欢的都有。这个夏天生气波波在冒泡，喝出无糖也甜，喝出 2.5 倍的气泡与心跳，一起尝尝王一博的生气波波，跟随高冷酷盖遇见夏日的最佳搭档，冰爽时刻，热血舞动。这个夏天和王一博一起勇闯天涯，不惧挑战，热血 battle。 当握着小蓝瓶朝上和朋友敬一杯酣畅淋漓时，这就是青年人无畏向上的潮流态度，年轻就来碰一碰。王一博和你说晚安，有没有太幸福呢？什么，这些都不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觉，仅需一个猕猴桃，一瓶瑞奇奥兰蜂蜜，一瓶冰生气波波，就可以搞定一杯冰爽的饮品，简单方便，清新解渴又不腻，爱喝饮料的你绝对不能错过。如果你对饮品口味有独到的热爱，美好在身边。天气闷闷的，心情闷闷的，但是看到王一博的那一瞬间，好像感受到了一阵雨后的清新空气，微风吹过的脸颊舒服凉爽，在酷热的夏天也不怕不怕了。